是不是在那个右转那个地方？在那个地方，这里。啊啊哇！啊，是您是老板？嗯，是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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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成都人？对，成都人。成都人。啊。这边就是植物染料，不是那种化学。不是化学。化学染料。你们先随意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找个地方看。大部分还是蓝色的。对，大部分都蓝色的。啊。因为现在最笼统的就是。像那些黄色啊、红色那些，现在记忆还在恢复当中，有很多记忆已经失传了。然后这边就做体验的地方。这个染的工艺跟成都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是中国的传统手工艺，它并不是有只是成都。对，但现在云南和贵州还有那个四川的自贡吧，留的比较多一点。嗯。手帕哈，就是把它染成这个颜色是吧？对，然后它是白色的嘛，嗯，白色就挺好看，但你擦了鼻涕就不行了，勤洗着点儿，对、啊、对，要勤洗。简单的教大家一些方法哈，这种就是捆扎法做出来的，捆扎就是捆上的，让搁里头，随意揪一个点，揪一个点，然后扎着它，对，那么它这个顶离顶点的距离，你绑的位置离顶点的距离越远的话，圆圈就越大，然后就这样子给它绑起来，明白，然后这边一定要留一个线头哈，然后绕两圈，绕的时候大家都是男生哈，力气一定要大一点哈。然后这个就是你绑的线越多，它的白色就越多，如果你绑的线越少，它的蓝色就越多。然后就这样子螺旋形，你们看一下哈，螺旋形的往上面绕，绕到这个顶端的时候，然后你可以留长一点，这个地方就蓝色不绑，然后再交叉下来。哇，对，然后边绕边勒紧哈，就形成一个防水的效果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用我们的剪刀把这个线剪开，打结的时候打活结哈，这样方便我们拆开。对，然后这样打一个结就可以了。然后你们可以捏一下，就绑的这个松紧程度，捏一下就感受一下。对，还有什么方法除了这个绑？是马上就会教到这个方法。这个就是云纹，就是乱对对乱绑的，但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，你不能这样子一直往里面裹，就是你这样把面料平铺在上面。对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那个就是拿来做假染的工具，像这种图案。哇，这个好。对，就是几何形就要用到我们的那个竹片，是这样子的。对。但每个人折叠的方式不同，它做出来的图案纹样就不一样。对，你们先自己设计一下哈。好，先选好一种方式。对，我就要这个了。哎，那如果我想要像这种，就是有用这个对几何的这种。几何的，我想弄一个大的 V。我觉得太难了，这个你要变成一个大的字母，它可能要算一下那个折叠的位置跟次数。啊，我拿那个砸的好了，就是那种随意的。啊，对对，好像还没有人做。是吧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样缠起来也可以。那我你也可以这样这样绑。可以啊，可以。要很大力的哦。再叠，不能再叠了，再叠就染不进去了。嗯，对对。
就这样，一个羊皮卷。OK， 我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结束啊。不觉得很像钓鱼吗？好，我好了。OK。可以先到这边来，先打湿。好的。然后先到水龙头下面打湿哈。比较好，比较好上色，对吧？对。它里面有什么？我们用的是马兰，它是一种植物。啊，对，有一股腥味。现在你们看到它是一个绿色的，然后空气氧化它就会变成蓝色。它这个原理。时间到了。OK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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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。哇！哇，我很特别啊，不是，我，哇，很神奇啊，放射性的，对对对，放射性的图案，哇哇，你的，哇，可以啊，很像你的性格哎，哇，好漂亮哦，你这个，我不漂亮吗？漂亮，两个都漂亮，有点期待啊，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啊，这个也蛮好看的。对，那大飞，但做不到两个 V 啊。大飞，对。哇哇哇哇！哇，它这个好像海那个海。海浪。对，海浪。对。哎，我想看到那个。你的。你看，哇，留白哇哇，挺好看的哇，主要是因为这个还没有变成蓝色，变成蓝色应该就好多了。都可以拿去洗了。哇，很神奇耶，干净了哦。对，真的，我真的，绿的地方没了。那亮一下好。那我也亮着。哇，来来来，哇哇哇哇！你们可以选自己的，留一个小礼物，然后你们看你们要不要消费。啊，要，没有买，那个纪念品。对对对。这是送的。啊，送的。对啊。对对，您。别人送你礼物，你好意思不在人那儿消费吗？销售陷阱，你说销售陷阱。我觉得这个帽子很帅啊。啊，渔夫帽。就跳个围巾。点点那个吧，我挑一点。大哥有消费。我这个怎么算呢？就给你算100嘛，就129。好好好，哇，好好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